我再来，你看它出不吃？不就是火炬冰激凌吗？无菌蛋，我都准备好了。虽说无菌，但是心里作用还是杀个菌吧。做了一夏天的冰激凌，终于轮到最爱的香草口味了。小火炒到这种粘稠状才是无渣的关键。夏天的蛋奶油不冷藏是打不发的。另外再拿四个鸡蛋做火炬壳，家里做只能是蛋卷壳了。我把配方里的第一粉换成了有点糯糯口感的糯米粉和木薯粉，蛋卷模具也在得自制。省钱，一不小心还给环保做贡献了。最关键在裹层锡纸，攒的工具就成了。我做的时候啊，一般都会掐个时间，两面各90秒就差不多了。火炬筒做好得先把脆皮搞出来，用巧克力的脆皮才正宗嘛。巧克力必须得用椰子油稀释，才能裹上薄薄的一层，放凉降温的时间终于要做冰激凌了。当然也
吃啥？快点来告诉我，让我来秀秀。哎呀，给我妈呀，我妈能解决呀、啊！哎呀妈，你快去快去快快去！我同学可喜欢他了，别忘了给我要两张签名照。我特别请了大厨给你消消暑。大厨回来了，来解救你了。小九，肥牛面。对、啊，等我十分钟的。夏天没胃口，那必然柠檬虾是首选呀、啊。我可是最擅长做不辣的菜了。八碗的虾焯个水，颖儿最近不能吃冰，那就过个常温水吧。一个美食博主准备的配料，那必然是相当的齐全呀、啊！幸好颖儿吃蒜，不然又少个灵魂。辣椒不能吃，咱有替代品啊！颜色没了才有食欲，不是？柠檬也来个双色搭配，想要酸爽，那必须要多多的柠檬。香菜也是灵魂，最后的料汁儿才是灵魂中的灵魂。小雪碧一加就可以拌虾了。哇，太香了！来跟我一下。你看我这时间是不是卡得刚刚好？吃香菜哦，吃吃吃。嗯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好期待呀、啊！怎么样？好好吃！我感觉我最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。我喂你一个。太幸福了，颖儿喂的呀！哎呀妈，签名照呢？哎呀，放你一边去！我牛都吹出去了，这我怎么跟兄弟交代呀、啊？来来，你俩鸡蛋。不好吃的，吃什么鸡蛋呀、啊？你帮我把这个吃，我入席了，分你一个。错了，鸡蛋都吃了，好好吃的，是吧？嗯，好吃。嗯，你的鸡蛋呢？臭小子，我以为鸡蛋都吃了呢，还给我找帮手。妈妈，你再逼我吃，我就。你这小子，鸡蛋多有营养啊！先给我等着，跟我玩心眼，我还治不了你。今天用这一筐鸡蛋对付你，15分钟轻松搞定，把这些材料全都切成丁。混合起来抓把均，就是一大份的鸡蛋沙拉了。正好面包也烤好了，把鸡蛋沙拉加进去，就是一份鸡蛋汉堡了。也可以是脆脆的鸡蛋牛角包。糖醋荷包蛋的灵魂料汁是不能少的，这是不是可以叫做雪碧荷包蛋？这酸甜的口感，没有小孩会拒绝吧？这焦脆带汁的颜色，看着就好吃。嗯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这真的贼拉好吃。最后一个绝招是我新学的，虾和蛋的结合，俗称叫。这叫啥来着？面粉倒入1/3放虾，鹌鹑蛋也是蛋，磕进去。哇，这个颜值也太好看了吧！虾拌蛋，外面焦脆的口感，不愧是台湾的名小吃。我倒很想看看他吃不。哎，小花，你赶紧回家，不让妈，他会让你吃十个鸡蛋。哇塞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你这么点时间就做出这么多好吃的。哇，龙虾美味！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虾扯蛋？哎，你怎么不够虾尾呢？补补钙。哇，这里面真好吃！哎，胖宝。哎，小胖呢？让他过来一起吃啊！你那个阻力蛋早就把它放好了，这都是我的。小九，嗯，我儿子不吃柠檬怎么办呀？为什么非要吃啊？哎呀，它太黑了，柠檬不是能变白吗？柠檬酸不拉几的，做什么孩子都不爱吃，这我妈解决不了啊。
行，你交给我吧。柠檬做对了，那也是巨好吃的，在甜品界柠檬可是很有地位的。韵思风的柠檬小蛋糕今天就安排上，用到一点柠檬皮屑，必须把白瓤刮干净，不然会苦的。剩下的柠檬一部分切片，一部分切对半，切片的果肉得挖空。哎呀，看着就酸。这个壳是要用的，挖出来的果肉啊挤一挤，柠檬汁也是要用的，称20克柠檬皮屑加进去。接下来做蛋糕糊，今天用个全蛋的配方，比分离蛋的更简单，就是需要做热水里打发，热水的余温把黄油也溶一下，然后把低粉和黄油扔进去。哦对，还有柠檬皮屑汁儿，别忘了翻拌均匀，就可以倒到柠檬壳里去烤了。这柠檬是不是用到极致了？丢烤箱后啊，再搞个小糖霜，就是糖粉里加柠檬汁儿，重点是比例。烤好的柠檬小蛋糕简直可爱到爆棚，糖霜小葡萄一点缀就更鲜了，这颜值啊看着就清新宜人，口感更是酸酸甜甜软绵绵的，嗯，太爱了。小蛋糕有了，那必须还得配个饮品啊。最近看到好多奶茶店都出了暴打柠檬茶，开始不理解，现在懂了，原来还真需要暴打。打碎冰，打烂柠檬，再把煮好晾凉的柠檬茶倒进去，再加点糖，自制的牛奶布丁、椰果之类的。小何云，这个夏天就是柠檬的了。哇，超级清爽！哇塞，这什么好吃的？嗯，小蛋糕。哇，还有柠檬茶。啊，太爽了，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。学会了吗？啊，太舒服了，我明天就要开学了。明天就要开学了？那都要准备啥呀？你看好多同学都给我留言说想吃你做的玛格丽特。哦，玛格丽特，你们班多少人？还不快去准备，快没时间了。行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好在玛格丽特闭着眼睛都会做，他们班可有36人呢。那就来个四色玛格丽特分装吧，原味巧克力抹茶草莓，材料备齐，差点忘了灵魂的熟蛋黄。煮8个鸡蛋先，每份2个。我想这小饼干最妙的口感就在于加了2颗熟蛋黄吧。正式开始，微波40秒融化黄油，筛入糖粉达到颜色发白，2颗熟蛋黄过筛，把背面这个也刮下来，再筛入粉类搅和均匀，再把面团团起来，状态是捏成团又酥散就对了。剩下的几个都是一样的流程啦。4份饼干面团搞定，就可以搓球了，搓成硬币大小，用拇指摁扁，就是一个好看的裂开的花纹饼干了。烘焙的温度也很关键，我家烤箱160度，18分钟最合适。这小饼干烤出来特别的香，就是草莓味烤出来不够粉呐、啊。不过我今天可是玛格丽特大户了，这入口即化，口感轻盈，不愧是酥脆的饼干代表，这可是儿子从小吃到大的最爱了。给他4个装一份，这么精致应该会受同学喜欢吧，把它算上一共36份。现在拿去给这小子，让他装书包里，明天带去。儿子，36份玛格丽特准备好了。哇、哦、老妈你好厉害，你赶紧装书包里，明天记得拿。西西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就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出去啊。好。吃饭了？啊妈，我今天没胃口，真不吃了。没胃口？这一下午了，不饿吗？